修行了后，帕达来脱壳的乌道，透过在南东街场，而且机灵性身份的这制备技术，佮有乌道植物性的影片的调制技术，和乌道保留着营养成分，嘛变成了会当马上啉、马上吃，而且乌道茶、乌道饭，佮会当用来养心保健的蛋白饮、佮树滴精等等多款产品。那这个我们其实有去检测，大概你吃一包30克的那个黑豆蛋白粉呢，我们是利用这个让它做成小分子的蛋白，然后再者就是说它小分子蛋白之后呢，就会分解成那个生态甚至游离氨基酸，最重要是我们的游离氨基酸里面还有 BCAA 还有 GABA， 这都是我们天然的这项技术研发出来的。那在南东街场辅导近期的应用成分加管的青林乌豆，在南三号到十一号，为了推广到乌豆植物性的饮食，进一步来研发着相关的加工技术。在这两项技术的加持之下，完成着真济乌豆的加工产品。目前已经完成着技术转移，相关业者开发出系列商品是应有尽有。是一个米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工厂，那他希望说，你因为都是淀粉，那希望结合我们蛋白质，所以他就看到我们这个黑豆，那也曾经说他其实是常温的一个即食饭，那在制作过程中他发现说他其实没有那么容易，所以他来就是跟我们互相的讨论这些技术之后，它就形成一个黑豆即食饭这样子。伊乌豆有这必需氨基酸、甲膳食纤维、甲矿物质等营养成分真高。农业部推动着大量村计划，种植面积维持伫5000多公顷。伊可以创着乌豆加一附加价值，透过着相关技术，将乌豆优质的蛋白质甲分解出来，变成着植物形态，保留着完整的营养，做成保健养生的商品，和乌豆使用有加一选择甲。南天新闻台新华采访报道。